同志们，大人们都走了，是时候行动了。我叫邵雪，本该出生在这样的大雪天，可惜我太皮了，提前两个月就蹦跶出来。我妈说我一出生就对世界特好奇，眼睛滴溜乱转，谁叫也不听。直到另一张小脸的出现，又胖了，就是他，郑素年，这世上我第一个正眼瞧见的人。我是双大炮。走吧。走吧。咱俩是一个季节的吗？妞，咱俩是一个年龄段的吗？美少女怎么能穿秋裤呢？我妈非让我穿。呀，我忘叫吴欢了。来了来了。哎，谁叫他呀？我叫的，快进来吧。啊，快快。同志们，人生最神圣的一刻就要到了。至于吗？不是涮个火锅吗？对啊，门口就有啊，请客。啊，那不一样，成长的第一步就是自食其果，啊，不对，是自力更生。你想想呀，自己动手多刺激呀，一下子就围住了三大劲旅，玩火，玩刀，聚众胡闹。我有一个问题，咱们不会就用这个锅吧？这锅怎么了？一点仪式感都没有啊！你爱吃吃，不吃回家去。哎，我家有一个锅，我爸最近刚淘来一个景泰蓝的锅，我就把它搞过来。那我和你一起吧。遇到问题，及时告诉我。嗯，靠谱，行动吧。走。钥匙呢？我爸走之前也没告诉我，要不你直接砸开得了。那不行，叔叔知道了不得骂死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你有发卡吗？嗯。你还有这手艺呢？看电视上挺简单的。谁干的？以后要走正道，歪门邪道也没那手艺。那现在怎么办呀？总不能用张琪家的泡面锅吧？一点仪式感都没有。你们家有螺丝刀吗？你要干嘛？把它撬开了。有时候要换个角度想问题。三、二、一。螺丝刀。素年哥厉害呀、啊！